日会不会更改？十点零，闪到了，勇于一家人。叫你别上来，你。那我就不讲话了。如果既然是六十格的话，到时候的声音，你不是不重要了，不要管他。不管他。因为他是拍成妹。然后他跟传一个，就是会觉得他的气势非常强大，然后他在 action 前。他就是一个人很好的大哥哥，然后很幽默，也很照顾我们。就是 action 后，他就是一个很严厉的秋婷，就是他的切换让我觉得非常的厉害。叫你好来，先我试一看。你好来试一下。好，试一次哦，三二 action。老薛，这有没有人关一下？这么久？来来来，继续躺着，继续躺，继续躺，继续躺。没事，对，没叫你起来，来前面来。对，就叫你别。